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这一年来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都在我们当中用你的爱来鼓励。不管我们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在困境的时候，你用圣灵用你的爱来鼓励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跟随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，我们一生就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，以你的爱来帮助我们，以你的名的荣耀。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，愿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要来唱几首圣诞节的诗歌。第一首在诗歌本136首。Oh,
诗歌，在诗歌本140首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
尊显明，愿主我们的赦免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我们要一同来学习这个诗歌，这诗歌其实我是因为讲员的主题我才找到一首诗歌，我们今天大概只有唱大概80%的这首诗歌，因为有一段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我要就是我们来学习这首诗歌，我相信你会喜欢，就是你把诗篇90篇整个重点它都结合在这个诗歌上，好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你看待前面，如一光。
尘土，白天生长，晚上枯干。求你指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是我们得到智慧的事，造成我们饱尝的一次爱，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最后一次唱这首诗歌，我主啊，你是神的。今天有丁中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，我要把时间交给他。